这两天流行讲那个不老的嘛，苏中仪也不会老啊，晚期也不会老啊。苏中仪，我那时候住在前面保健路，综合保健路的时候，那时候就看他，长得跟现在也没差多少啊。那时候是几年？2000年，现在已经12年，12年了。12年，他看起来还是好像是那种年轻人，对不对？可是12年其实应该差很多，他应该是老人了。对啊，那他那时候跟陈雅玲差不多，都是漂亮的嘛。现在陈雅玲看起来很老，那吴冠奇也不会老，对不对？那我也不会老，对不对？我看起来也不会老，我们都锁鸟了，锁精。哦，陈雅玲可能很干哦，是不是？